印象，你平时有没有关注到我？有，我有常写文章，怎么了？有，有联博士每天都在写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每天都看到有联博士 FB 啊，或者网站都在更新。所以这也是有联博士之所以能那么成功，那么多的客户愿意主动找到他，甚至在网络上搜寻什么台湾气管顾问啊，或者是知名气管顾问这些关键字，会找到博士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博士在他网站，在他部落格当中，常常在 update 一些新的文章，常常写一些激励的文章，常常写一些企业管理的文章，常常写一些担任企业顾问相关的一些文章，所以别人搜寻很多的关键字，在网络上都会找到有联博士，甚至是搜寻在博客来找一些书籍，结果我一看到有联博士出的书，你现在打林有田三个字进去看，对，可以看到什么？林有田，双木林，然后有没有的有，然后田园田地的田，耕地的田，对，很好记。有联博士的名字也非常好记，正在行销上面。我告诉各位，他是很年轻，他跟得上时代了。我是有点落了伍啊，不过我要极力都谦虚，后面要上面去跟。那照我敢说的，跟你我就不跟你比，因为我年纪大，有什么好跟你比的啊？不同的笔法，不同的笔法，不同笔法。但是我们的好处就是，博士在实体的行销跟业务开发有非常多的经验。那我可能是大多数 focus 在网络 internet 这一块，所以我跟博士结合起来刚好就是 O2O online。福兰，这也是很重要的。而且博士刚刚一直提到，我现在很年轻。然后今天大家，对，今天大家知道什么日子吗？哎，我今天什么日子？今天几号？四月才过，不会四月才过，也不是那个节啊。今天6月2号，6月2号，也不是禁烟节啊。6月3号才禁烟节，对不起我。历史上的今天我搞不清楚，历史上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历史上今天就是我的生日啊、哦！真的、啊，没错，我生日是6月2号，刚好。我现在跟你说的 ，Happy Birthday！ 耶、yeah, ，感谢博士，大家来，给 Happy Birthday！ 来，唱生日快乐，快乐，哎，真的很难得。对，刚好今天跟博士出来录，然后刚好这么巧的就是我的生日。哎呦，好棒！对，而且中午刚刚还有我的朋友来找我吃饭，然后请我吃饭，然后晚上要跟家人吃饭，非常非常的巧。所以你今天也，我们送了一些礼物给你嘛，朋友，对不对？像我今天我们做了这份也送给大家哈，没错，作为我们给林伟的生日礼物。所以希望大家看了我跟博士的这些 video 啊，就常常可以在下面留言，给我们一些好的一些 feedback。不只是福彩，你还今天讲一个平时没讲的东西啦，比较 special 的啦，作为生日礼物啊。special。我问好吧，我问不了。好，我来问。作为一个部落客哈，他是不是每天要写文章？如果是每天写文章或者录这东西，也许我把它分两块，一个是写文章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？他写文章要写哪一块是目前比较夯的？讲一讲目前最夯的5种产业或五种产业，好吧？的部落客是可以在上面发挥的，有没有？好几种，其实是类似几种。其实博士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好。其实很多人在一开始在做网站啊，或者在从事网络事业的时候，他都就是一直在思考，我到底要从事哪一个事业，我到底要选哪一个领域去切入比较好。其实你说在网络上，甚至在实体业界，热门的领域、热门的区块非常非常多。例如什么，我随便举例子哈，例如讲的第一个叫做行销。第二个叫赚钱，这几个是不是也很热门？不是，就那我是问产业啦，产业。我随便说，比如说牛排，牛排不做牛排，餐厅产业，我觉得是不是类似这样？就等于说食衣住行娱乐，牛排这些就是食。不，你这一下就讲完了嘛？就六大产业，对不对？六大产业，再来一遍，哪六大产业？食衣住行娱乐啊，所以产业。如果按照这排，民以食为天，食是不是最重要的一个？没错。所以写吃的部分是很受欢迎的，受欢迎，应该说非常受欢迎。所以你看到大部分的部落客，他们很成功的，像流量，有些他们的部落客流量可以每天几十万、几百万，都是什么都吃东西。是的，你可以看到，你去 Google 什么什么宁夏夜市什么美食，然后就看到一堆部落客写的一些文章，然后可能介绍宁夏夜市有哪些吃，然后你可能介绍什么台中逢甲夜市有什么吃的，你就搜。所以叫吃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吃的最 OK， 吃的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你对不起，我们可以帮人家做广告一下，你可以说那个吃的里面哪个大概排行第二三名？吃的排行一二三名，就是那个。很容易就被搜寻到了，有没有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我还没上去搜寻过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，噔噔一打开就跑到台湾。其实最热门吃的东西，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臭豆腐。是，通常人家不会直接搜寻臭豆腐。会搜寻什么？会搜寻什么？人家
可能会搜寻这些吃的都是外地客，或者是一些就是要去那个地方旅游的一些客人，甚至是国外观光客，就是可能外地客就是外地来的，台北去高雄，或去台中，或台中来台北，这些都叫外地，或者是一些来观光旅游、来台湾观光旅游的一些外国客人，他们会搜寻的可能就是，可能他们一开始会搜寻的外地就是可能台北。或者高雄这个就是地区，他一定要先区隔嘛，他不会直接搜寻臭豆腐，臭豆腐全台湾那么臭，我要去台北，对，我说你跑到花莲去吃花莲吃吗？那不会，所以他会从地区嘛，对，他会用地区先去，他会想去的那地区，地区嘛，没错，所以地区那个也是关键字，对，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他发现他在经营部落格或网站的时候，他的网站为什么都找不到，为什么都没有流量，别人都找不到，别人的网站部落格为什么都有人找不到，就是因为你的地区你一定要加在关键字里面，我们常常搜寻的时候，我今天在台北，我要找台北的一些饭店或台北的一些美食，我一定会搜寻台北，或者是台北松山区，或者是台北。所以地区很重要，地区是一个关键。在你写的那个文章里面，或者我们的视频里面，要常提到那个地区 local 那个地方 local 没错，你的地点是第一个关键，是第二个就是你的可能场域。什么叫场域？就是说，我今天要去台中玩，那我可能场域我都会搜寻台中逢甲夜市。逢甲夜市，对，逢甲。所以第二个叫做场域的关键字。夜市是算。对，夜市就算一个场域。那夜市里面又分成，可能逢甲夜市就是其中一个。就然后可能台北我会查两下夜市。地区加上场域。场域。第三个是不是要再加产品？第三个就是你的 product， 你的食品，吃的东西的关键字。有可能我会查是，台中第一个叫。刚刚的地区叫台中，第二个叫做夜市或者是逢甲夜市，或者我会锁定这个 keyword。第三个叫做什么？叫做臭豆腐。臭豆腐那叫什么？专业名字叫什么？产品嘛，对不对？它就是产品。我们现实叫做产品，对，就是我们的产品。所以这样听起来也蛮简单的、啊。对，哇塞，你好厉害。也没有，一下把它讲完了。而且最重要的是。你搜寻关键字不是连在一起哦，不是大部分人搜寻关键字，他会怎么搜寻？可能台中，然后空格会在 Google 会打空格，然后再空格，对，在空格之后他会加上逢甲夜市，就是他的场域，然后再空格才会打臭豆腐，所以不是连在一起的，因为打空格的意义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可以搜寻到这个关键字里面连在一起的关键字可以搜寻到，就三个组合的可以搜寻到，也可以搜寻到三个个别的。对了，是。对。所以记住啊，最重要是刚刚讲啊，要空格。要空格。所以你在做关键字的时候，你在你的网站里面，你可能就是不一定要把这三个关键字连在一起，做台中、逢甲、夜市、臭豆腐，它就可以散布在整个文章。对，你可以整个把这几个关键字散布在整个文章里面，然后也有组合在一起的。所以当别人搜寻空，就是搜寻这关键字组合的时候，中间有空格的时候，就很有可能会搜寻到你的文章。谢你这份。最好的，哎呀，平时我跟你讲，林伟要讲到这个东西啊，还是不容易的。对，这个有时候常常都是可能在付费课，不要让他们上去了吧。不然今天生日嘛，就跟你没错。今天我们那个就是跟大家常常分享这些内容。其实我跟博士都还算非常非常喜欢分享一些好的一些价值、有价值的一些 information 给大家的人。我们比较不会藏私，对，我们不会说，你来上我的课，然后交钱之后我再跟你讲。其实不会，因为我觉得常常跟大家分享这些资讯是开心，而且这是身为老师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就是你要无私的奉献。对啊，你不要整天想说啊，我就是领薪水，所以才来这边教书，或者是我就是要收你学费，我才教你。就我们比较不会。我总结一句话，我有点年纪，稍微有点资格可以说了。不要一直提有点年纪，您是经验丰富，但是年纪不大。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没错。我突然想讲一个，跟这个有点偏题的问题啊，因为我这样说，我当着。这个画面跟你讲，那林伟老师是一个优良老师，这不是我捧你，是我最近在 FB 上面写的文章，最近可能会在《人间福报》有采访我，就是我叫我分什么叫做好老师，什么叫坏老师，好老师就像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观念，他会跟你愿意很愿意跟人家无私的分享，无私分享就是没有收钱，还是告诉你吧。那林伟就属于这样的老师，那反过来有老师叫不好的老师。他会在上面跟你讲说，上我这课要198000块钱，你来我这边，我两天教会你，我从来不泄露的叫做什么秘密啊，或者东西，对，
然后他就说今天很便宜，今天不要这么多钱，今天只要68800。就逼了很多人就上去刷卡了，给了钱了。我告诉你要去参加那种场合。我告诉我现在你要去三个场啊，想要上六小时，知道吧？我告诉5个小时又30分钟，全部都是卖他的产品。他会再削你一次。他说你要买我这工具，你要再买我3年课程，又要30万50万。记住哦，我已经在这里面跟你讲，如果你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要注意啊，他不会跟你讲真话。